我们其实静恩的意思，他是觉得说，办婚宴啊，办宴席啊，那不是我们最重要的，最重要反而是我带他去国外去旅行。然后去，对对，然后不是去他平常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他跟我讲的梦想愿望，对，然后一就是带他去一起去体验，然后这应该才是我们最重要的，比那个婚宴可能是亲朋好友大家分享，对，然后其实目前有非常多的业主，尤其我们在台中有各种业主都要帮忙我。甚至有我的艺文圈的好朋友，是指赞助吗？对啊，我们都没有答应。还有我们艺文圈的一些好朋友，都要当我们的主婚人、证婚人，像比方说文学家林文义啊、陈娜太太他们等等。昨天晚上他还打电话给我，就是他们都很祝福我们。然后我是觉得，可能我们要办是为了要对这些朋友的交代，因为大家都这么祝福又这么支持，但是我们希望低调。就是也不夸张，就越低调越朴素越好，就是只跟好朋友来分享就好。可是其实也是这样，因为女生很喜欢这种东西，想要有一个梦幻的婚礼啊，婚纱啊，婚纱什么的。今天这看起来很明显，可是私底下跟你们不是吗？他是怕生，他遇到陌生人话很少，哎，要很熟了，很能信任的，他话很多，他每天都会一直问我很多知识的问题，他看到社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就要像百科全书一样，有些也不知道，对啊，这个不知道，维基百科比较厉害。最近是没有的原因哈，包括我们还没去登记等等，是因为。他在2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只是他20岁，但是那个新闻就有点走偏了，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。我们觉得这段时间做什么事情都会被扭曲，所以我们干脆就先放下。反正我们两个最清楚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那今天会答应这个节目，是因为制作人跟那个企划执行制作非常有诚意。我本来是不答应的，他很有耐心，然后一的说我们节目，还把节目进行的内容方式都给静恩知道，所以一定要静恩答应了，因为他答应了，我们才会来上节目。你们两个平常习不习惯过节啊？习不习惯过节？像明天元旦节，你们会有送对方东西吗？静恩说我们天天都在过节，那我们当然节日也会过，但是不会那么。特别说只有在那一天对他好，我们平常就像过节，然后如果是他生日啦或者节日，我们会比较不一样一点点而已，不会说比方说如果是跨年，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去年去过哪里，就这样而已，跟大家一样。然后像他我们生日或什么，我们可能那一天会去登山，会合欢山啊，因为觉得说就比较特别的一个行程，或洗温泉啊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不会说有啊有啊，我们去年的时候应该非常好，跑得很快吧？真的假的？温泉是在哪里？古关。我们其实是以大台中为主吧，因为一开始他年纪也小，不能出国等等限制。还有我们其实我跟他在一起有一个最大的改变，以前我几乎都往国外跑，我甚至前几年去中国北京跑很多，但是现在就很少去，然后所以我就开始规划出一日游，因为他每天要回家，所以因为跟他在一起我才用一日游，直到台中大台中地区其实有很多地方还蛮好玩，包括去跟马祖进香，包括说就因为一日游所以只能进行地区性的旅行。可能是会耍飞。所以没有浪漫旅行。有了，他今天可能因为今天不太喜欢把我们私密的事情讲给大家听。比方说，他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从认识到今天。几乎天天都见面，然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一起做，包括洗澡，对，就是习以为常的
对，因为他觉得跟日本人一样，就日本的家庭，因为他喜欢他，因为他看卡通、看动画、看小说，所以他从小就接触很多日本文化的元素。然后他喜欢小樱桃小丸子啊，喜欢蜡笔小新啊，喜欢等等。所以最后一分钟，好，日本土上怎么称呼？对，有什么一些甜蜜的昵称？都是两个都是江北，对啊。天天在一起，那不会吵架，就是每天每天吃那个。不会争执，每一对情侣都会吵架，但是我们吵架好像没有超过一天，可能也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吧。我们会因为不同意见而吵架，但吵架以后，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感情观是我们吵架，我们心里有话就马上说，你们在心里就是会有结啊。你蛮成熟的，那谁会先低头？我觉得我们两个互动不低头。就是一定要讲到有结论。今天你应该还没怀孕。我约进来这几天好。